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日前奈许 Steve Nash、 齐德 Jason Kidd 和希尔 Grant Hill 才风光入选名人堂，紧接着明年也有三名赫赫有名的球星退休满三年，将符合名人堂的入选资格。布莱恩 Kobe Bryant。 布莱恩资料照法新社。布莱恩用他华丽的技术、惊人的得分能力、钢铁般的斗志和关键时刻的表现，让他成为湖人队过去20年的球队看板。布莱恩早早在退休之前就被认定会入选名人堂，而生涯成就无数的他肯定是100%入选。时至今日，联盟内都有许多球星毫不讳言他们都是布莱恩的粉丝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生涯成就，生涯总计的33643分，史上第三，史上第二高单场得分，81分，5次 NBA 冠军，2次总冠军赛 MVP， 2007-2008 年度 MVP， 15次 NBA 年度前三队，11次第一队，入选18次明星赛，4次明星赛 MVP， 邓肯 Tim Duncan， 邓肯。资料照法新社。时而不华、个性低调的邓肯是唯一曾在三个不同的十年间获得总冠军的球员。拥有他为核心的马刺队长年都是夺冠的热门球队，他也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前锋，也是马刺的精神象征和球队领袖。生涯成就，5次 NBA 冠军，3次总冠军赛 MVP， 2届 NBA 年度 MVP， 入选15次明星赛， NBA 年度前三队，年度防守阵容，总得分排在史上第14，篮板排第6，助攻排第5。 1997-1998 年度最佳新秀贾奈特 Kevin Garnett。 贾奈特资料照美联社。贾奈特是史上最全能的前锋之一，各项技术都出类拔萃，同时也以强烈的个性闻名。而他生涯总计共得超过25000分、14000个篮板、5000次助攻，在史上仅有贾霸 Kareem Abdul-Jabbar 和犹查马龙 Karl Malone 有着等成就。若再加上贾奈特的2037次助攻和1859次超截，那他将在 NBA 的历史中无人能匹敌。生涯成就，一次 NBA 冠军，2003-2004年度 MVP， 入选15次明星赛，9次 NBA 年度前三队，12次年度防守阵容，2007-2008年度最佳防守球员。